赛。终于排到柜台前，民众一买就是一大袋。高雄菜粽老店里公告，端午节前后不接订单，只能排队，凌晨店外大排长龙。啊，反正得一档一边尔，无差。盖牌啊！哎呀，还没摆啊！啊，无买无吼，等下搁红梅。我们都会吃它的，平常就会吃。那现在小朋友昨天他们从台北收，他们的小孩子指定要吃。准备过端午，民众早起就为了买到粽子。店家从清晨6:30开卖，不到一个小时就完售。啊，你们在这边，我们没有办法包粽子哈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把告示牌放在店门前，铁卷门直接拉下，店家频频道歉。今日售完，还有明天的需求量。工作人员回到店里继续包粽，一刻也闲不下来，来到另一间肉粽店。是晚上加班，然后白天回去睡觉，这样吗？要包完就马上煮来卖嘛。真的哦，对啊，因为你没有晚上包来不及啊。所以你现在做的是都是人家订的呀？人家订的。同样是忙碌场景，店员的手没停过，要把馅料继续包进粽叶中，架上肉粽一串一串准备出货。还有已经剥掉粽叶的粽子，因应内用需求。端午节成了各种粽子需求高峰期，业者只能火力全开。平常至少也就1000多颗啊，端午节的话就至少5-6千以上。手工制作产量还是有限，备货包粽早出晚归，要过端午节，粽子店家全忙翻了。三立新闻，涂永琼、欧玉文，高雄报道。